这算单手武器吧？因为会玩这款游戏，是我之前有讲过，如果这款游戏出中文的话，我就玩。对啊，真的没想到会出欸，因为当时就真的只有英文而已。那我也希望我其他游戏也快出中文吧，因为有几个游戏我是觉得它已经没有更新，没有后续了。我觉得那个出中文应该是不会有了，因为都已经没有更新的游戏了，还会花时间在那个上面吗？应该是不可能的。不是吧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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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。怎样才会有？现在才出现这个，这个再加这个，好，完美。有什么？我
们去找蜜蜂好了啦。好东西没有，弹弓。磁铁，哎、欸，太北区了啦！知道弹弓不好用啊，我这种小 baby 超可爱，弹弓超烂的好吗？我也知道啊，没办法、啊。傻了。哎。水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哦，还可以。欸、以前没汽水耶，我好爱提以前哦，天啊！来来来，吃饱吃饱吃饱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点天赋才会有汽水啊？这个天赋还蛮好，蛮强的哎。牙牙学语的小 baby 工作人员。哦，你是说？正在学画的那种，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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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爱这一把哦，我这把就是满呐、啊，箱子没捡。哦，你在这儿啊？啊！金箍棒，对啊，它会转圈圈。还蛮好用的啦，可是给这只就是很惨啊，它全进站。
鹰眼。打 boss， 完蛋了！我没有武器打 boss， 我只有金箍棒哎、欸！天啊！剩金箍棒了，好吧，那就拿金箍棒吧。帅了吧！月牙天冲，啊，吃饭。金箍棒很强啊，只是给真金有点惨啊。只是给这只拿有点惨啊，这只就是不能近战的啊。威力加二十，在吃中餐呢。我啦！嗯？啊，还是嘞？哦，上面哦。哇！
虎拳，怎么一堆没看过的武器啊？从小童动物习得死兔子跳舞、狐狸拉小提琴的拳法。什么东西？试试看。这什么啦？这又是什么？哎呦，这次回来真的是……啊！哎，这次回锅玩好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哦。云雀耶。这次回锅值得了。肚子饱。哎呦。上不去啊！什么啊？蹦，一二三，然后爆，好，啊一，蝴蝶刀。哇，那这次公屏也太多新的东西了。